钱心情转换的驿站，指引过去的人们转乘到未来出发。我们的生活在忙碌的社会中总是一味的往前，你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沉淀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你真的很棒，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留给您的家人。我认为家不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当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们要勇往直前，要追求最新的科技，追求最新的技术与最快速的方法去达到某一个目的，请您想一想，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最丰富也最眼花缭乱的时期，而这种永不满足的追逐是否超出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又是否曾经想过生活对我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精致的物质环境中，可是内心却是孤单的。科技不断翻新我们的观念，也重新定义我们的资讯。我认为设计者应该要做的不是做最新最炫的东西，而是要想办法让空间与使用者之间产生连结，产生共鸣，进而产生幸福感，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来自台湾，我代表唐麟设计，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廖文强。杜拜它是一个很把浪漫天真可以把它达成的一个城市，那透过设计的手，然后和设计的眼，然后我们看了很多，然后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样貌，就好像我们在杜拜这个城市一样，它虽然是个沙漠的地方，可是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我很爱这样的环境，然后也这么多同行，还有很多设计师在这里，那每年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我想是一个很美好的事，谢谢。他的演讲真的是非常的精彩。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speech.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